哎呦，今天的 vlog 开始了啦，已经是下午了。然后你看大家都是穿着拖鞋，然后短裤、短衣。啊，准备去哪里？等下让你们知道。嘿，大家，其实我们已经到了啦，这个地方叫做 I Resort。所以等下我们会进去里面镇迷将谷，迷将谷，还有游泳。等下见。3, 2, 1。好玩吗？好玩哦。所以就 next station， see you。这个景点结束，我们现在去下一个景点。See you. Yo, what's up, guys?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在芽庄很出名的一个寺庙，叫做龙山寺。所以带你们看一下，往上看。所以其实现在我们是走着一条很长的楼梯上去，上面找那个白色的佛像，非常大的佛像。 I'll see you guys in 3, 2, 1。 So guys， 我到了，看上面是不是很美嘞，带你们去参观一下。某Yo， 去完了寺庙，我们去教堂。So let's， 嗨，我们现在来到了芽庄大教堂，走，我们一起去参观参观。然后其实他们现在在里面，应该是做着他们的祈祷声音。我们在外面的时候也是尽量的少。不要去打扰他们的仪式进行。所以其实
实天色已经有一点晚了，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结束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不要忘记按个喜欢，然后分享，并且订阅，去看到更多更新的影片。See you。